牵着它哦，就是说它这个狗因为比较小只啊，就是暴冲也是可以撑，抓人都可以抓得住啊。就是你没有叫它乖乖走，它就是这样，好像没训练一样哦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叫它，如果到一个地方要乖乖走，它就会听指令，就这样。头会看着我，我讲靠的话，他会看着我，他就不会冲。靠，我停，他会坐下哦。这就是，我给他解除，他又变成随便走。OK， 他又乱走，开始乱走。那乱走，他就是我们只能抓得住就好，我再把它弄回来，来动动，放，good job， 我就是乖乖走的，好，等下解除 ，OK。你们拉那个都拉一点点，不够到位，不够到位，拉个号身子，哎，好吧，我拉他都拉到手都乌青去，其他都交给我吧，来，哎。我不是靠我的手，是他身体，我重心过来，他是我。哦，我肩膀压住我。会，一直往那边去。一般你还是这样，你不要顶我，一般都这样，我都这样，你们都这样而已。我是整个重，我已经往后倒了呢。重心过来，他类似这样哦。比如说我要重掌他，武术啊。撑住，一般人一般人这样推也推不太动的，而且你力量有点挤，怎么推？你往这边稍微推，不好推嘛，对不对？你光用手怎么推？我重心已经跑到你里面去了，你用出力它就动。太高是你接了不会推。对啊，它没什么紧，你就不要紧了。很好啊，这个魔环啊，左边啊，你就走右边。没有，现在随便走，就随便走。右走右边走。随便走。都以为说右边比较方便。他没有坐下。没有，现在先不管那些，就是他在那边在那边。好棒啊！对，你们可以叫他试看看吗？妹妹，妹妹，哎，对，再走，
整个身体就要把它拉飞过去。啊！你要大声音吗？可以。好，我想说，以后就可以用声音喝止。对，手一开始手重口轻，最后就是用台语代替重口。口重。手重口轻。手重口轻。一开始。手要重。手的力量啊！哎，啊，他以后知道你那个声音，他就不敢动。那我刚刚这样上力道 OK 啊？对，但是可以再练，就是说。对，你整个锁住以后再拉住，锁住以后。好。Come on， 耶！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没灵气，注意一点哦。哎。对。软硬兼施哦，现在开始软的，不要走太多步。我停它叫停哦。好。哟。哈。Yes。你可以呢，它在狗的前头那跑，到时候脚绊到摔倒。不会啦。哒哒，它就看我。Yes。Yes。刚刚开路已经看了，我都会说看我，不用讲，以后都连发出那个都不用，就是多少呢？这个15你看，我手一拉高，它就会坐下，你们看到？那你这样在哪里？嘴巴。好。哎，丢。Good job, good job, good。他就坐下来了哈，你看到哦，这个手不要拿到前面去，不要拿到后面去，一个是同一个这个，这样子下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子侧线，侧线哈，转 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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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y good boy， 我停他就会坐下了，我没有再叫他坐下了，我根本就不用跟他讲哦。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他会坐下？他看到你的动作。我手拉刀哈。嗯。是吧？本来是这样哈。啊，有时候就是，我有时候这个也要练哈。我有时候也没拿食物，这个拉差也差不透嘛。Yes， 他就觉得说，我等一下会给他。他这是一个命令，这不是散步。你在某一些状况感觉到他会拉你的时候，你就要让他变成命令，这比较好解。等一下，我刚刚那个前面都是随便，就是他不要拉我就好。好好好。不加，不加。脚步变小也会可以。他也知道坐下。好。用右打啊，他就很专注的啊，哈！我转头我就发出声音，咔咔咔！耶，不加 ，good good good，yes yes， 之后有一个奖赏。是不是对得很乖？哦，我忽然间又没食物哈，对不对？Yes。